原来是百丽在思考。看一眼自己的三叉戟开了过来，把百丽叫上来，看一下后续有没有进化收割机。三明治也是标出来了一个进化收割机，把。是的，这次升级会很有用。毕竟奥林匹斯车确实是比较难开的。来，青石把圈给扫了，狗子把这边的人给弹了，顺利拿到400的进化点数。自己从涡轮机北侧隐身，是安全区内。红标位置有没有人？狗子扫还有13秒钟。我们通过高光可以看到，红标位置是没人的。自己若也是来到了个反斜坡位置，继续去收集信息。右侧点位有车身可以偷，告诉有这个信息有没有人头分可以拿 ？MDRW 的5个名额跟飞机都被击倒，感觉 MDRW 出事情了呀。那这三个人也是倒在第七名的位置，而且倒在第八名的位置 ，MDRY 是倒在第七名的位置。三个人三比三，马上一击发了狗子大招给开了出来，近点的三比三，拖一个特人，全是烟头，我有列车侠两把的伤害出来秒掉一个人。伊特这边也是不甘示弱，把最后一个人的罗格玛给消灭，3-2，瞬间结束，一点状态都没掉。立马就来到了3-4-12，四支满面队的情况，所有队伍都在往圈内赶。Roy 这边 ，DF 这边太舒服了，偏偏一支队伍都没有，唯一剩的一支队伍还是 CR 的两人队。看一下后续怎么往圈内去靠了。先吃上一本绝招加速器，但是自己没有金头，这个圈闭合之后才能好这一个大招的。闭合到一半吧，差不多。DF 也顺利拿到了3分，同时他们有5分的排名分了，3+5，8分，可以了这一把。假如后续能再打赢一个3v3的话，又是一把两位数的大分局。有三明治光是一个在楼上的点位就被打了80的状态。烟雾弹把对面的枪线给盖住，但是自己狗子又没有大招，这里狗子没有大招的话很难去进行这个三比三。哦呦，对面有1-8的，有烟头打了自己20的伤害，影响不大。哦呦，高炮里再一把弹出来贴一贴，一点了。对面狗子把三个人全给扫到，但是特别点位三比7把 TSM 的 rap 放倒，过脸位置不必进了，也是带走。DF 还在杀，把 TSM 的两人队全部杀完，剩最后的3v3v3，三组顶烈情况，看一下 DF 还能不能往圈内去推。对面有暴雷的，这一个暴雷还是挺干扰自己的。决赛圈的暴雷，兄弟们，这个实力还是有目共睹的。一个恶心人的能力，就在这里，还是很夸张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自己这边应该是离梅花桩比较远的一个位置。看一下最终梅花桩吧，奥林匹斯确实我对梅花桩不是那么熟悉的，有可能就欠这一点上梅花桩。哎呀，那确实是比较远，那这个点位就要。尝试一下3v3，哦呦，这个 Nemesis 啊，肉也太锁了吧！扫射转一个人各打100，雨露均沾。你队友有的，你也得有。走这边吧。看一下，他两支队伍已经全确定了，右手边一支队伍和刚才跟自己对位的一支队伍。看一下自己后续怎么去走了。两种打法，第一种跟右边抱去尝试拿到第二名，第二种。顺着毒圈往前贴，看能不能随机应变啊，扛压啊什么的，扛压到最后去尝试让两队抱起来。但是第二种决策的话，虽然说这个结果肯定是能吃鸡的，对面两队真抱起来的话，吃鸡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有点难。这个点位往前走的话，对面位置是能狂抽自己的，很难去进行这第二套的决策。看一下前面的绿地位置是可以待，而且是有树木作为掩护。电竞弹把轰击轰了过来，自己的狗子大招也开了过来，贴到近点位置。被电竞弹轰击炸了，损害影响不是很大，狗子一刀一点位130出来，被你们电竞先秒一个人，我又打两把枪，怎么还不死？对面吃肉了吧？队友补枪没补上来，三个人接着贴近点，通过自己的狗子大招可以拉扯更多的伤害。没问题，电竞还持续出重点，现在拿145把 A 连出去。一秒掉瓦尔基，再一次完成补枪入夜，他还在杀对面的盾，出现了 bug。先换上甲，一个满状态，能不能接着把楼下的三人队给清掉一两个？能不能接着把楼下的三人队给清掉一两个？自己的精灵弹碰击交出来，但是自己血量也不是非常够了。抱歉，大连，我们这个精灵弹碰击不是自己的，炸了80的肉出来，希望不会被打死。海星大连爆了起来，这狗子大招还在延续。
三打三打一能不能磕得住，一个完美的头皮位置，可惜还是这边抽脸状态。 DM 要先把 Hex 给秒掉， Lion 三人队全部都给消灭，这种三比三能不能磕得住？三名的血量不是很够，但是自己的位置是绝对的优势。接着往近点贴，有没有时间去拉大血？匹克满装，要不要帮队友架一下？两个 P 怪先丢出来，防止对面的中路节奏。有人交三塔，会不会有三塔闪击的情况发生？压缩到最后还有40秒钟，古圈就要迎来最后的梅花桩了。目标离我不远。这边位置的话，梅花桩对谁都很公平，不就是 DF 这边是一个地形优势，多一个长枪没问题。一把枪大穿的给打一大过了，如意这边打蓝一个一比一，土皮的又击杀一个一比一，最后三打应该没问题了。恭喜 DF 拿下第三把大位置，兄弟们。预计送达时间哦，还有97米，可以。这边我们这个采访给到了，很快很快，马上就要吃饭了。然后下一场比赛的话，会在我给大家看一眼。什么问题？是日本时间3:25，那就是我们北京时间的2:25。指挥指挥的很好啊，然后踩到了好位置，大家打的都很好。谢谢大家支持，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谢谢各位来到现场。他说要跳舞的，吃鸡啊。啊、哦！你跳舞了，我来一段来。哦，哎呀，经典！结算胜利动画，结算胜利动画了，皮特。太顶级了，兄弟们！すごい嬉しいです。じゃあインタビューする前に答えてくれとは。いやいいですね。じゃあ次、じゃあ 3MG 選手、3MG 選手いいですか？あ、给三明治了。どんなことを聞いてまいりましょう。はい、まずチャンピオン取った感想どうでしょうか。分享一下你的获胜感言吧。非常开心。然后我们三个也特别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一定能拿下一局。我们的就是战术和思路基本是没问题的，而且大家今天状态也都很好，沟通也都很好。然后非常感谢我的两位队友，我爱你们。哇，从那个现实的角度，有理有据的说出了自己获胜的原因。一季的自信也是一波高兴的发言。立ち回りとか、本日のコンディションと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すごい素晴らし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メンバーに愛してると言いたいです。もう一ついいですかね。三試合やってみて、このチーム超強いなみたいなありましたか。请问三场比下来，你有没有觉得，哎呀，这个队伍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啊？Dream Fire 非常强，高情商。自分たちであると、すごいですね、いい自信ですね。じゃあ次行きましょうか。さあ、ロイ選手。さあ、またロイ選手にマイクを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 Dream Fire 白帝。其实，白帝的呼声，什么呼声都已经不让他说话了。其实我们决赛圈，我不小心按到大招了，结果我就跟我的队友一起把脸上人全部杀光了。不小心按到大招，结果搞得我很紧张，结果冲过去把人一直打死而已。原来是不小心开的、啊、我想他吃了个班加罗尔大招，开出来大招，难道是要开始爆了吗？原来是要先错了，阴差阳错的把所有人全杀光了，这可战队的方针不小心摁到了，然后我把其他人全杀了。其实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有一个版本的大改动嘛，所以我们是针对哪一些强势，哪一些弱势去做了一些分析，然后玩了这种角色，对。そうですね、かなり大きな変化はあったかと思います。やはりバージョンの更新が結構大きかったので、それぞれの弱み強みを分析しました。じゃあ最後に今後の試合について意気込みお願いします。好的，那最后请再说一下就是有关接下来的比赛，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接下来的比赛嘛，我们 DF 会尽全力打败所有的对手，然后争取这个嘉年华2连霸。そうですね、これからはドリームファイヤーとしても、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实力嘛。毕竟澳门的比赛也是他们拿下了我们嘉年华的冠军嘛。是的。Thank you so much。来看一下这场的总积分、总伤害。DF Roy 不是 DF Roy 啊 ，DF 一共是10杀吃鸡22分 ，XY0杀第二9分 ，Alliance 5杀第三。是7+5的话是12分 ，TSM 4+5 9分 ，TVX 5+4 9分 ，CR 这次杀的也蛮多的，9+3的话是12分。Andy White 也是来到了第七名的点位，3+4 7分，也是完成了从零到七的突破，兄弟们。最后可能打了一波比较稳健的想法。A 队是拿下了 TSM 的一分之后，总积分。冠军怎么算的？冠军是一共打12把的正赛。
然而把正赛结束之后，按照总分总积分全部相加，第一名的为第一，第二名的为第二。来看一下这一把 DF 22断层领先，十分的领先，看一下 DF 这一把能不能杀到总分第二，估计要比 Alliance 差一点吧。哟如也总击杀王第一，偷 Total Kill 13杀第一名。Total Damage 的话，昌歪是处在第二的， Alliance 数据真的是很夸张的，两个人位列第二第三在击杀总榜里面，而在伤害总榜里面三个人全部挤进了前十，一个第一，一个第四，一个第五。 Alliance 这次的状态确实很好，没问题。 DF 一把杀到第二名， Alliance 第一46分， DF 第二44分， PSM 第三35分， Reject 第四32分， RIG 第五21分。再往下走来看一下我们的 CN 队，昌歪第六名20分，再往下走的话是东部第一 RT 12分， VKG 也是12分。我打 RT 怎么跟 VKG 一模一样得分，上一把打完也是9分同分，现在12分同分，有点好兄弟了。你MDL White 完成了从零到七的突破，而 AUV 叉这一把拿的分比较少，目前总分的话第五名。不过作为非 Pro 队伍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无论是 RT 还是 AUV 叉